呀，怎么上来一河豚呢？您怎么生气了呢？他们都欺负我。谁欺负你呀？得谁谁欺负我？总队长欺负我，我当了队长，学员欺负我，我们队员把我都架空了。你得那么想啊，就架空总比掏空强。我说钱包，那你这些歌曲都喜欢研究，嗯啊，还有那个国外的歌曲，我有一个那个啊，韩国有一组合，背个棒子，什么？背个棒子？背个棒子干嘛呀？啊，扛一筐呢，应该背得多一点，扛一筐了嘛，背个棒，背个棒，哎，那就是那韩国就那几个棒子，嗯，咱别胡说八道啊，不是。那么大场合什么话呢？是张嘴就说呀，韩国那几个棒子，韩国哪个不是棒子？您作为演员说话一定要严谨，还是你狠呢？背个半，谁？背个半。不认识，不认识，我一个半还不认识。我知道是谁。给你提个人，权志龙。谁？权志龙。你早说他不完了？我知道。知道了吗？这我知道了。嗯，我们村那庸医。不是你们村庸医呢？是一个没治好，权志龙了。皇宫里边，皇上家说什么话？河南话。满清说河南话。满清说满。耶，上冲。都在我皇上一上朝，众爱卿啊，都在这跪上啊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，皇上也往这一坐，都起来吧，别搁这嘎撅着了。都把这俩脱了，看看，有事就唠了，没事都回家掰苞米去吧。为寻我。放词啊，很正常。那天啊，闹了僵尸啊，你死不了，因为僵尸吃脑子。什么叫前结巴呢？他说话逮不着头一个字儿，头一个字儿，头一个字儿都逮不着。咱俩一块儿气废了。您来的呢，开心就好，对不对？花点钱。您花钱买的是什么呢？买的是笑。正好我们卖的就是意义。我冷汗了，大哥。送的是什么呀？香啊。到日子了吗？啊，两个算是年轻的演员哈。啊，还非常的有朝力，有活力，朝气，有朝气。你们不是别的词儿是吧？上队退票，刚演头一个就退票，人家下一场怎么干？退吧。你们要退呀，就都退，别剩俩耽误我下班。话说回来，你们要都退了，这不叫下班，我叫失业，我叫下岗了，可能就是。也见着离家近点，拐弯到家了。哦，小区保安非常负责任。怎么呢？先生，出示一下您的停车证。哦，外车不让进。啊，他是一摇窗，滚子，也不知道他要说什么。一看你就喝成这样了，赶紧进去吧。嗯，一只手进去了，到小区停好了车，趴方向盘睡着了。哦，你说我不能看他睡着了，是，我都跟上了。啊，打开车门一看，我天，
干嘛？把自个儿淹死了是怎么着？这味儿啊！好家伙，这车呀！哎呦，弄车里都是。哎，赶紧吧，弄出来，在那晃晃悠悠的。哎，我要开玩儿。玩儿，我叫你呢。我要小姐。对。我说你这个，你喝成这样，你要小姐你？是，这不浪费钱吗？是，不是？没理他啊？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呀？找他妈去吧。对，他妈那儿做针线活呢。我妈有钱，给他爸爸缝裤子，忙着呢。他爸爸那儿撅着，嗯，他妈这缝。对，这穿着缝是吗？这位穿着缝的板正吗？那也是穿着缝的呀。他妈这缝。哎呦，我妈这是银针试毒呢，这是鸟二代。嗯，想一主意，什么办法？给你爸爸他儿子吃兴奋剂。哎，这就好了。哦，这就活泼了。小药片啊，啊，小药片给他吃。嗯，这玩意得掌握尺度。哦，你要太多了的话，这狗就疯了。那过量了可不成。对呀，啊，你要太少了的话也不行。那跟没吃一样啊。不管用啊。对，这怎么办？怎么掌握这个药量呢？查查还是怎么着？尝尝吧。我爸爸自己试啊，试一试药量如何呀？哦，来一个。没事儿。哦，没事，是，再来一个。这怎么样？两个了。哎，有点小开心啊。再来一个，差不多了。嗯，还差点，还差点。再来一个，四个了。嗯，来了。干嘛？我爸爸通上电了是怎么着？哎，特兴奋。那是这玩意儿是比药的好使。